昨天那个新闻到底是怎样啊？那个哈、哦，那个真的是乌龙爆料了。嗯，是会场拿麦克风的主持人，然后另外还有部落一个喝酒醉的大哥，部落里面当然有人听到古拉斯在讲选举的事，哦，他们也没有很开心，因为他们说部落自己部落的人欢送他离开，对，根本不是县长，也不是我们县府团队的同仁，县长不了，不可能嘛，都连受其中歹计啊。对啦，啊，我讲的是那个部落里面的群众啦，是不是？嗯，部落里面的民众啊，自己请他先离开，这样是不是？对，那就怪说是县长啊，县长叫的。对啊，古拉斯卡坎多阿公管地管是县长幕僚啊。